长颈鹿的介绍和特点。长颈鹿是一种生长在非洲的反刍偶蹄动物，拉丁文名字的意思是长着豹纹的骆驼。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陆生动物，站立时由头至脚可达6至8米，体重约700千克，刚出生的幼崽就有1.5米高。长颈鹿是草食动物，以树叶及小树枝为主食。在野外，长颈鹿的寿命为27年左右，动物园里的能活超过29年。长颈鹿是南非的国兽。长颈鹿很少发出声音，有人认为它们没有声带不会叫，其实不是。年幼的长颈鹿找不到妈妈时，也能发出像小牛的哞哞哞的叫声。长颈鹿睡眠时间很少，一般晚上只睡2小时，并且大部分时间是站立着假寐的状态。由于脖子太长，它们睡觉时常将脑袋靠在树枝上，以免脖子过于疲劳。